大概已经问了受访者200多次了，那今天自己代表库的所有的成员一起来回答是蛮新鲜的一件事。那我们觉得不要随波逐流，然后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能够有一些不同的态度，这就是最酷的事情。现在的所有的伙伴跟之前19年创刊的时候一样，我们秉持同样的态度热情去提供最快的潮流资讯，还有最深的一些专业趋势的分析给我们的读者。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希望也许很快可以有下一个19年。 What is cool? 什么是酷？酷的定义重新的把它写在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个设计里面，所以用了一切的来源就是开始于酷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了一句标语，那同时呼应到现在很流行的黑白色系啊，还有一些标语的这种色块元素等等，也希望这个东西除了传递我们的精神以外，它也能够成为穿搭或者是说真正你买回去以后能够做了一个街头用途的一个产品。